我把隔音纸光光就对了。对啊。真的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会打电话回去问我妈妈，你怎么把我生那种白目？好哦，那安可曲。安可，这个之前两场都没有唱，这是新加的，你点的，就是你挑的。然后你挑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还蛮感动的，就是你是想要给我一个讯息说。我们成为朋友了，然后我 call 你，你都会来吗？没有啊，单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。好吧，真的。哦。以后有任何需要，一句话打电话给我。你都不来是吗？办不到。这才是朋友。这是很诚实的朋友。他跳了一首歌。对，这首歌叫……你英文比较好，你念一下。这个叫 You've Got a Friend， 哇，好清楚 ，You've Got a Friend in Me， 不是这首，对 ，You've Got a Friend in Me， 另一首老歌，对，我自己的解读是你因为跟我们唱了两场，就是有被我这种就是台上的爱感染，还好了，有感受到，这首歌其实是为大家点，就。我自己也很喜欢有和音在台上，可是他们又不是背景，哪有那种漂亮的背景，对不对？拍手。你们这种不热烈的掌声更伤害人家的心。再一次看看。已经很多年，在上一次那个团体，我们合在一起可以好好唱和音，然后乱唱乱玩，那个已经是光复前，那光复前面是凤梨嘛？想到我们的 MI 家族，那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的陈建仁啊、纪晓君，纪晓君有啊，然后佳佳，然后我，然后纪晓君，有一群我们的家人，就这。我们感情不好，可是我们是家人，还是必须一起唱歌。那这不是家人，但是感情很好，然后一起唱歌，而且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这首歌真的很重要，因为那和音唱出来会很美啊，可以稍微纪念一下我这个逝去的青春。虽然你知道，我明年就已经要26岁，看不出来。没有关系，那是心里的年龄哈。所以真的点这首歌的原因是这样，可以听他们唱和音，然后自己可以。所以就是那么对，所以等一下这首歌没有主音，只有和音，所以你们可以唱主音，不要好了哈。然后这首歌啊，其实它歌词我觉得我以前也很喜欢，然后他说朋友就是你需要他们要翻译吗？的时候不要就在了，就是朋友就是在就够了。其实有时候 I'll be there just call my name， 所以对这首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我看我待会会不会，对啊，看我会不会大叫一些名字，然后看有没有人 come running 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先挑战一下。好啊，你可以先乱叫一下。啊？梁静茹没有来。右边。Close your eyes.
回香港，你明天是很忙吗？是有事情，所以必须要回去吗？他说没有啊，我说你就改机票啊，
因为我知道你会跟浩恩唱不自容，然后我就很想逃避，因为我太喜欢这首歌，然后在台下非常非常的妒忌，所以就我知道啊，我看我有感觉到，对，就是那个怒气是奔着上来的。再唱一次。